雪域边关，海防一线，血与火的熔炉，国土，使命，青春。大学生体验者，跃跃欲试，极限挑战，一触即发。夜线系列节目，热血边关正在播出。昨天一天跋涉，五名体验者分别穿过了密林、乱石、河流，到达了宿营点。经过一晚上的休整，今天又将是漫长的一天。你们今天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有没有感冒啊、拉肚子啊这些？有没有有和拉肚子相反的药？便秘吗？便秘啊。能不能不要说出来？在清理卫生时，一定要把留下的生活垃圾清理干净。收拾好行装，两支巡逻队继续向山口进发。离开宿营地没过多久，巡逻 A 线就进入了沼泽地区。那来，兄弟，这是你保命的东西啊。看的路，这个过程中我眼见着，我指导员那么高的一个棍子，比他人还高的一个棍子嗖的一下陷下去了，然后他整个人也歪了一下。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棍子的话他都已经陷得那么深了，如果是人腿的话那可能就一下子到腰或者是到胸，就觉得还是有点吓人。各组注意啊，每个人带个小包包，一定要探明深浅，每名同志一定要团结互助，彼此不要拉开太远，缩短这个距离哈，组织他们依次通过。开始往里走的时候呢，就是大家是排成一列，排成一列之后既不能太远，太远的话如果有人陷进去了没法捞他，也不能太近，太近的话可能两个人一起掉在同一个坑里边了。然后我班长就告诉我，看起来有水的地方不要踩，说可能你看着它是水，你一脚踩上去不一定是什么。后面小心点啊。艰难通过沼泽地后，巡逻队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你的枪呢？我刚刚组织休息时明确了要统一挂枪，你可知道枪比生命更重要？知道。该名同志在整理的过程中这个故意的把枪丢在一边了，枪糊的全是泥，就把它摘下来了，然后放到一边，然后去搓我那个手套，包括鞋和我那裤子上的泥巴往下扒拉扒拉。我们最后在检查物资的时候发现枪离开了他，所以说就批评了他。下次一定要加强武器装备的保管，听不清楚？清楚。
指导员也说你这个枪不能离手，因为枪比生命还重要。有的时候做事儿吧，就是老有一种不是那么严谨，但是这个部队里边嘛，确实是你马虎不起。我看他还是很理解，很理解，并且勉励他这个在下一步巡逻，在走下面的路过程中加强武器的保管。看这个东西的出现，就让人脸红，让人尴尬。嗯，咋电来着？这是这样电，你要相信这个。来，我来教你。就不会忘你们。那个，把它放在鞋垫的底儿。我一个大男人，我从来没想过。你别把那个翅膀粘上，把那翅膀打开，把那个侧翼打开。对，把那鞋垫掏出来。我没有鞋垫。放到后边了。没有吗？哦，那你就放一下。这个就是我的鞋垫。上面。哎，我也是醉了。墨脱的巡逻路线不仅要面对沼泽、密林、乱石各种环境，还有蚂蟥、毒蜂和毒蛇伺机而动。经过长期实践，战士们发明着诸多应对神器。大家肯定会有种误解，男人会穿丝袜吗？因为这个我们的巡逻时间基本上是集中在雨季，每次出去全部是下雨，雨天一天就是下不停。因为这个衣服一沾湿之后，尤其是裤子打湿之后，后停在这个磨裆，尤其是爬山的时候，这个官兵就是逐渐的穿丝袜。穿丝袜的好处就是光滑不磨裆。除了这些好用的神器，很多改善伙食的好办法也被带入了巡逻途中。比如说我出去旅游，我吃了这个地方的肉夹馍，我觉得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方式融入到巡逻保障中呢？然后我又到了一个地方去，我也想，哎，这个地方的竹筒饭也不错，为什么我们不能就地取材然后也能竹筒饭呢？有条件改善为什么不改善呢？对吧？难道天天吃干粮吗？你出去几天时间，你不能换点口味啊？这样每个人每个班，你自己带一点料，这样子一带的话就那么小点，然后带过来一顿就吃一点料，早上吃一顿早上吃面条，晚上吃这个，然后中午吃干粮，这是可以错开的吗？自从2013年通公路之后，墨脱的物质条件有了很大起色。教导员杨进作为指挥官，不仅让大伙的伙食水平有了提升，还把很多现代化的装备引入了巡逻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头灯，后面慢慢的暂时都还是习惯是用手电筒。如果你夜间巡逻走路的话，那么手电筒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要端午自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头灯的方式呢？因为我觉得户外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完全适用于我们军人，对吧？包括像我们说的防雨衣啊，包括像我们说的手杖啊。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杨进偶尔还会带上自己的无人机，拍摄巡逻途中的点滴。每一次巡逻的时候，我看到战士走过苦过，但是后面我们的资料却很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都想给他们记录一些影像资料。作为这个连队，那么他既然存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么我相信作为时间的这个流失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像现在我看一下我当年入伍的时候的照片，我当排长的时候照片，我当连长指导员的时候照片，我觉得弥足的珍贵。那几个班长不过冷，然后就直接跳在水里边，那个河水都淹没了他的裤腿到那个小腿那个地方，他们全都全然不顾。再来两个人过来搬石头，这边过来搬，就搬大石头摆在那个河的中间，还切了一些比较粗的木头给搭在河中，就方便我们行走。当时我就觉得士兵们真的是太苦了。墨脱的很多条巡逻路都要过河，在河水不深的时候可以搭桥，然而到了雨季，江河涨水，危险随之而来。在一次巡逻途中，老兵李旭突然接到了一项砍树的命令。那么长的一个那个砍刀，树有那么大，
40多岁的那个民兵以前还是个猎人，当时就说老兵你看，树就是这一棵我们砍不倒。我说砍，肯定要砍倒。当时李旭在宿营地准备生火做饭，另外三名战士到江对岸探路，因为返回途中下起了大雨，原本搭好的桥被冲走，三人被困在了宿营地对面。然后又是晚上5点过了，然后穿的是短袖，在海拔3700多米的地方，吃的也没有，穿的也没有。那个江水有多深？当时我们那个指导员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不要说是人掉下去，就是一辆坦克掉下去，他要冲走，必须就是要在天黑之前砍倒那棵树，因为天黑了之后危险更大。那原始森林里面大家都知道，什么熊啊、野牦牛啊，这些大型的这个野生这个动物，攻击人的动物比较多。心里面我砍那棵树的时候，我也是绝望的，那真的是绝望。”看不到头啊，因为那个一刀下去就只看到那个树渣子就冒了一点点出来，我这个手就是这样抖，就砍到最后就是这样抖啊，就不砍的时候他也是在抖。生火大概我们生了3-4个小时啊，是因为下雨，然后又没有那个遮雨的东西，直接在那个暴雨，然后生火比较难。他生火也生不着啊，一个有外套的把这个衣袖一直一直的割下来生，因为你不能一次性把这个衣服全部放在里面晒，因为你生了不着的话就没了，你就先一份一份的分来生那个火，衣服都烧完了火还是生不着，人也过不来。那个时候我就是最绝望的时候。3个多小时过去，火升起来了，树也终于被砍倒，但事情并没有向李旭期待的方向发展。树倒过去了，因为江太宽了，你想那么大的树倒过去，江很搭到对面去，还有树尖上还有2米那么点的地方折断了。哎呀，当时那个民兵很气愤，挥舞着手啊，一纵从上面的平台上纵到下面的那个平台上去，把那个刀一下子就扔在江里面去了。那一晚上然后没有水喝，只有扔过了一袋泡面，然后一袋凤爪，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就是第二天能不能过得去啊，所以我们三个人只吃了一袋吃了一袋泡面。我们人基本上都是在那一晚上都是在淋雨啊。我就躺在那个背囊上睡也睡不着，然后就等着那早上4点钟的时候我起来，我叫我们教导员，我说走，我们俩上去看。跑过去的时候然后在江对面呼叫他们，这个水面比较宽，水流比较急，这个声音特别大，就是他喊我们的时候然后声音特别小，喊了大半个小时我们才听到。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很激动，他们两个就站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就眼泪嘛就在眼眶里面打转。墨脱的巡逻路也被称为生死巡逻路，在这条路上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但凡是一起经历过他的人都会放心地把自己的后背交给战友。老兵马勇对此深有感触。2018年6月11日，就在马勇新婚不久的妻子乙秋霞前来探亲的时候，他突发宫外孕大出血。反正我想的就是这个人肯定是没了，医生叫我签病危通知书，我没法签，我不敢签。为了抢救军嫂乙秋霞的生命，一副担架、2位军医、4名战友，大家为她搭起了一条生命通道。经过6个小时的接力营救，战友们终于把她送出了墨脱。如果找不到出血点，那基本上就没救了，因为她当时已经身体里面一点血都没有了。那医生他说了一句，你们部队献血，病人只要一下车立马血浆要挂上，打开车门，团里面叫了16个人在医院等着，已经把血献好了。鲜红的血液
带着战士们的体温输入了乙秋霞的体内，经过抢救，他最终脱离了危险。这段战友情让马勇时刻铭记在心，这个故事也感动了体验者王杰凯。战友之间的信任，就是我冲锋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把后背交给你。我觉得那种就是人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啊，无尽的深渊，周围都是黑暗的时候，突然亮起了一盏灯。虽然到墨脱只有短短几天，王杰凯对战友情已体会颇深。我真的不是不想跑，我是实在跑不动了。慢慢来，慢慢来。前世无缘，素未谋面，你有困难的时候，大家都会伸出一把手来帮助你。快要摔倒的时候，被人从后面一下扶住，就是那种感觉，你突然失重了，但是你又被拖住了那种安全感。或者在你哇，好高的一个土墙，我上不去了，算了吧，你们先上吧。此时这个时候就有一双手伸出来拉着你。看脚下啊，这么破的倒是第一次走，怕它断了，我看那上面全是锈。这座老旧的吊桥让体验者们胆战心惊，他们所走的巡逻路大多是人迹罕至的森林，用不了多久，之前走过的痕迹就会被疯狂生长的杂草所覆盖。在一次巡逻途中，杨进和几名战士落在了大部队的最后。大家都是第一次巡逻，然后就走的是一条比较明显的老百姓的转经路，就其实忘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巡逻路。结果走上了一个山崖口的时候，然后我们前方的这个战士就跟我说，哎，教导员不对头。然后我说怎么回事，这条路上面虽然说有老百姓摆的一些小石堆，但是他在这个雪上面却没有脚印。由于我们的这个地形还有就是天气太恶劣了，逐渐也下雨了，然后对讲机是完全互不通，与我们的这个前方的这个部队是互不通的。现在很困难，雨特别大，能见度特别低。战士们被困在了大山深处，他们只能一边冒雨前进，一边不停寻找信号，从白天走到了黑夜，他们终于听到了对讲机里传来的沙沙的信号声。李旭自告奋勇就拿着一个对讲机就往回，大概爬了有2个多小时，爬到一个山顶上面当了一个中转接力台，然后这样的话才使我们在山的两头的两个队伍联系上。巡逻途中，战士们的精神需要时刻紧绷，长此以往情绪很容易烦躁不安，这种状态在墨脱被称为墨脱综合征。还是什么情况？我们那个时候从外面从外面带的那个单放机，我们刚开始带的单放机进来的，他那个单放机他一个晚上他能拆10遍不止，把单放机全部拆了，他再给他装起，再拆，再装，再拆，再装，一个晚上就造成这个事。木了，走木了，这个片儿给一个。他就说，班长，要不我跟你们唱首歌吧。他看着我们走起的话好像不怎么说话，他就想鼓励一下我们啊，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一路上的一些快乐啊。他就说我跟你们唱几首歌。在漫漫巡逻路上，为了避免墨脱综合征，战士们逐渐学会了自己想办法给自己找点乐。我看着，哎，一排蚂蚁过来了，蚂蚁其实也是很像个巡逻一样，他也有这个前方尖兵组，两三个蚂蚁这样过来了，后面是一大队，知道吧？他是这一排一排过来，在路上这样走过，板子什么过来了，过来以后我就拿口水啊，口水画了一个圈圈，把前方那个三个蚂蚁给围起来了。围起来以后，那蚂蚁它要走出那个圈圈的，那个口水不干的话，它就在那个圈圈里面转，对对对对对转，所有的蚂蚁都躲在后面了。
都过不来，因为前方已经围住了。这个地方快干的时候，蚂蚁要准备从那边缺口里面出去，你再给它填一点口水，它又在里面转转转转，特别搞笑。在巡逻路上，野蓝莓和芭蕉树成为了战士们补充体力的来源。吃进去还是挺有精神的，还挺清香的。墨脱当地，它叫这个野蓝莓。到上山的时候，我尽量的就是用我的双腿去走，我不用手去碰。然后实在万不得已要碰的时候，我也会就是用三个手指头这样去轻轻地撑着它，因为我怕弄脏我自己的手。但是走到后来就是特别累，那个时候就真的就不太注意到这些，就真的已经无感了，就随便抓。那个乱石阵也是高低不平，然后有起伏的，然后有的地方特别锋利。迅速通过。这个塌方嘛，不一定就是全部路都能过，它有的地方就会需要我们跳一下。真的踩下那一脚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有点，还是感觉到有点害怕。就一片空白，我就想快过去，快过去。当时特别紧张，因为我恐高，然后走在上面心惊胆战。其实这个军装外套不太容易湿。都湿透了，包括手套全都湿透了，就像洗了一遍澡一样。因为下面就是那个雅江嘛，然后下面很多滚石，就什么，因为那地方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落脚。我几次踩在那个石头上，它松的，就如果脚一滑就可能就下去了。一直都很心惊胆战的，就高精神也是高度集中。安全，全速通过。由于地质层不稳定，墨脱的塌方和泥石流非常频繁。平措扎西就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巡逻经历。刚好走到那个塌方沟里面，突然从山对面传过来那种声音啊，那种呜呜那种声音，没过多久，这么大块石头在我头上往下飞呀，都砸到江里面，哗哗哗哗。那种冲击波把你就是有一个人把你瞬间拽下去一样，把我拽下去了，一会儿天一会儿地，直接从掉下面了，不到几秒钟我就掉下面了。到下面以后我就抬头，人家电影里面好多那种场面啊，那种血色的场面，我以为这都是演出来的，都是把它那个后期制作也好怎么也好把它装出来的。其实经过那次事以后不是这样子，人真正在眼球里面充满着血以后，他那个血色看到你外围的环境都是血色的。然后我就抬头一看，哇，嘴里面鼻子里面全部都是沙子石头。我在想，哇，幸亏我还活着，我现在已经庆幸我活着了。在平措扎西被泥石流冲下后，同行的一名战士赶了过来。他说拍照拍照，从江边爬过来了。爬过来以后他爬到我身边啊，看到我还活着，他边哭啊，边哭边挖，我也挖，因为把腿拔出来才行啊，再不拔的话上面还有可能泥石流来。刚钻树林没多久，泥石流又来了，咕咕咕，整天把江又变成一个黄色的河面。他没有来救我的话，我肯定是要在那地方把命丢在那个地方了，肯定是要丢了。当时的话他已经是不能动了，然后头上身上都有多处外伤，然后头皮也划破了一大块在出血。那时候我就一点意识都没有，想着就是我能不能活下去，有这个问号。当时也做好了准备，如果凶险的话马上就准备让我们上级看能不能派直升飞机把他直接送出来。都以为我要走了，然后给我抽烟的抽烟，包括周老师现在还在说，当时他给我让我抽烟，那是因为他觉得是我要走了，走之前要抽一根烟。
当时一个老兵还在旁边要给他烟抽，我是死活不让他抽烟。我就说，病人刚受伤，这个时候再抽烟的话，肯定对伤口的话，对血压这些，都是有不利影响。但是他说没事没事，抽一根来放松一下，可能就好了。然后后来他受着伤，还是点了根烟再抽着。经过检查，平措扎西全身上下大小伤口多达百余处。就给他剃了光头之后嘛，然后他总说他很帅，然后说他的走，出去，在2004年7月7号这一天，下着大雨，我班长饶平巡逻完成任务返回的途中，在此处英勇牺牲。刚入党7天。最后一次巡逻，他说我再走一下这个路，马上退伍了，退伍回家以后再走不了。饶平1980年出生，入伍5年，退伍前的这一次巡逻是他主动争取来的。上面的石头掉下来，上面有这么大这么大的石头掉下来，掉到底下大石头上，一下弹碎了，像子弹是啾啾啾啾子弹的飞，什么打不穿。我当时看到班长一瞬间，说实话我全身都软了。他是一只手伸着，嘴张着，眼睁着没气儿，飞得狙击步枪枪托打碎了。当时实弹夹放在胸前了，里面全是实弹，弹夹还是铁的，打瘪了，子弹扣不出来。肚子上这个地方前面那么大个洞，那么长，后面那么长，记住。2002年，刚入伍的黄玉峰一到墨脱，就被分到了饶平的班上。从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很开朗很外向的一个人，也经常笑，然后反正开玩笑啊什么也都那个，在连队然后不管是说什么关系都还比较，而且还比较乐于助人的那一种，然后经常帮忙的那一种。那是黄玉峰第一次接触到死亡与牺牲。就这样，年仅24岁的老班长饶平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墨脱这片土地上，他在这里长久矗立着，守护着这座雪域孤岛。此后，每当有巡逻队经过这片大塌方，都会有老兵自发祭奠烈士饶平。因为第一次过了个大塌方，看到前面的老兵过了大塌方，他们就会点两支烟放在那里，但是都不理解。然后后面等我过去的时候，我就问我那个组长，我说班长，你这个他们在这放两支烟是什么意思啊？后面他才跟我讲，就是那是我们连队
以烈士饶平牺牲地点。我都在想，巡逻这么危险，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啊？然后当时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假如我走在这条线上，就是离我这么近，如果突然有石头砸向我，你们会怎么做？他们就说，那会就是根本就不用思考，就直接会把我推开。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的一种本能啊，他们都已经形成了这样，就当然觉得挺震撼的嘛。在这种时刻，大家首先想到的都不是自己的生命，而都是。经过两天一夜的徒步跋涉，巡逻队终于到达了目标山口。你随我，对，山口，上去。你的位置在我垂直方向30米处，对，右侧，进行搜索，前进，一句没有。前进，对。班长给我下达搜索任务的时候，真的是捏着枪，然后毛着腰，也不知道战术动作标准不标准，就四下看到那边。到那边之后，确定没有敌情，我们老兵就用那个砍山刀把一块树皮砍下来，砍出一个白色的那个区域，然后用红色的油漆往上写字。写字也是我上去写的，我边写我的眼睛就是边就是。有泪水在里边打转，就是很神圣，觉得一件很让人肃穆的一件事情。写了一个 China， 哎呦，我当时觉得好有仪式感啊，好激动啊！你就感觉这就是中国。每次巡逻，我们总会以这种方式来显示主权，表明这是中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部对某山口实施武装巡逻。现已到点到位，显示主权。现地坐标为高速坐标系 X 坐标，完毕。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就自己也居然可以能完成这么一件神圣的事情。就是那整个那一段过程中，我整个人就那个感觉就感觉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卡在这个咽喉里就。想说话说不出，但是你就是热泪盈眶的那种。一看到把国旗展开，自然从心里面油然而生的一种自豪感就起来了。我们把这里守住了，这里就安全了，那证明这个地方是就是祖国的领土。到达的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到达的可能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主权、我们国家的领土、我们国家的尊严。后脑皮一阵发麻，一股热血上来那种感觉，用自己的行动来捍卫祖国的主权的尊严。我觉得这点是我在人生中所有时刻中都无法能感受到的。你所在的，你所守护的，边防军人所守护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土地。你站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国，你背后有无数的中国人民在支持着你，然后你担负了这个肩上的这个职责，是守卫我们的祖国。正是因为我们有了我们的守卫，才有了祖国安宁；正是因为祖国的安宁，才有了我们内地千千万万的人安居乐业。在我看来，就是有这么一群人守卫着我们的边疆，我是很安心的。在这个宣示主权的神圣时刻，平措扎西心潮澎湃，这让他想起了参加朱日和阅兵、接受习主席检阅时的场景。我自己代表边防军人参加了这个阅兵，接受党和人民、接受习主席的检阅。因为我身后有这么多兄弟，这么多的战友在边防一线上，在保疆卫国。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宁丢自己一条命，不丢祖国一寸土。边防有我在，祖国请放心。边防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祖国
边关，海防一线，血与火的熔炉，国土，使命，青春。大学生体验者，跃跃欲试，极限挑战一触即发。夜线系列节目《热血边关》正在播出。